挺起胸膛同人讲，我是一个 sales。大家都不当这份工作是一个专业，就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个行业是靠吹水的嘛，有把口讲下讲下咪得咯。即我想令到每一个前线的销售人员对自己的工作呢攞返份认同感。大部分客都不知道为什么要买你的东西，一来到就即刻想怎样跟客成交呢，其实那个意义就好像一个人一打麻雀想着吃天胡。追女仔很叻的人，去到 closing 的话他怎么做？没错，我很喜欢你，不过我必须要跟你说，我是一个有过去的人，如果你不能够接受到我过去，你不要默默然同我去开展这段感情，那其实就是想你跟他开展这段感情咯，就是这么简单嘛。我很喜欢这份工作，我会视这份工作为我永远的职业。